完了。这是我家吗，老铁？是你啊。谁他妈给我家沙发踩了？我真他妈服了，谁他妈这么缺德，进我家给我沙发踩，我他妈抓了，他妈直接给打出来。孩儿回来了。啊，看出来了。啊，啥时候来的？今天来的。啊，那啥，你先忙着，我俩那个进屋一下吧。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就把那护证给我下来了。我们现在同意一下吗？那是你大哥，不是俺爸，不是俺哥，领走，给完钱就走。啥钱呢？收拾货都不要钱啊？我让他收拾的。收拾收拾完了，再按现正常保洁价格算，一小时300，返个点500，凑上1000块钱，给完钱走。你们这么会算账的？孩，这不方便，不方便那我就走，我上别那儿住去。谁不方便打呼？谁说不方便了？我住这屋，你们俩住那屋。他走，他咱俩，他不敢住，那我还是走吧。哎呀，哎呦，那啥，大呼你在那屋，我俩在那屋，我住这屋。啊，那行，那行，那行，我行不行？行。大姑，你花多少钱请来的？我请他干啥呀？我你说话上不上良心？哎呦我去！我真是你。